老板们，今天咱来到台号岭，见到了咱国产飞蚁这个麦秸花，它是用咱周口当地的麦秸秆一根一根编制而成的，不仅有手工艺品，还有它那个用麦秸做成的花。走，咱采访一下这个王老师。王老师你好，那个你麻烦给咱讲一下咱那个麦秸花的传承与历史，好不好？可以。大家好，我来自河南濮阳，我们王氏麦秸花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我濮阳麦秸花已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我属于王氏麦秸花的第八代传承人，我叫王华平，我身后呢都是我还有我的团队创作的麦秸花作品。我们王氏麦秸花传承到今天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，从明朝初期到现在，一代优于一代的传承到现在。我身后这幅作品呢是一幅国国夫人游春图，它的做工是非常精细的，大家可以走近看一下，它身上马身上的毛皮皮毛都是一根一根毛毛刺粘贴而成的，相当的费工，相当的精细。它的包括它的马的这个骨骼都给它粘贴出来了，看起来好像有血有肉那种感觉，它是不同的。像这种色泽都是就是一点点一根搭配色泽而粘贴而出来的。你看我最后这今年不是龙年吗？我们创造了龙，这个中华第一龙，是我濮阳出土的，距今是6400多年前龙的图腾，用这个蚌壳摆件成龙的图形，就是被誉为是中华第一龙，所以我们是用麦秆体现的，就是中华第一龙，把它体现出来，就希望大家都来支持我们的非遗，支持我们的传统文化。